十几年嘅恩怨，今日我要同佢先清楚。我哋虽然冇见过面，我谂咩功夫都唔会有咩结噶。你两个一齐上。你估我嘅黯然销魂掌，加埋你嘅伤心怨，重剑合璧会系点？我哋试下。好功夫，等你见识下密宗嘅龙象波野功。估唔到蒙古一代国师会自闭经脉而死。不过你要向我扣三个响头。方姑娘，我乱讲嘅啫，你唔好当真先得噶。叶律兴系我嘅朋友，我点会唔救佢？玉儿，你又等我一阵。杨兄，你冇嘢嘛？杨兄弟，我哋一齐冲出去。齐哥，齐哥，你冇事啊嘛？好彩杨兄弟救我。
梁大哥，我知道字写字都对你不住，但是你仲大仁大义，以德报怨，救咗。哎，郭姑娘，我哋自细一齐长大，虽然系成日斗气，但系情同兄妹。只要你以后唔好再恨我、讨厌我，我已经心满意足。杨兄弟，蒙古兵已经逼近城，我哋再冲杀一阵。哎，冇咁嘅必要，擒贼先擒王，杀咗蒙古皇帝先。郭仪，你要小心。嗯，你照顾佢哋啊。YouTube 嘅观众朋友，我是吴子密，我是张景纯，即刻 subscribe 欢乐 APM YouTube channel 收看 TVB 精选剧集精华。仲有英国嘅观众朋友，我哋最新新出咗一条专门为你哋而设嘅 YouTube channel TVB Jade UK， 将今年最精彩嘅剧集带俾你哋，记得 subscribe 啊！